看到他了吗？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啊！老板，老板，车来了。谢老师傅，没事，别客气，快上车。坐坐坐。你怎么样？还好吧？我没事儿，挺好的。你们哪里来的呀？苏江。哎，出美女的店。他们夸我呢。你们大老远来这儿，有亲戚和朋友在这儿？没有，我们就是过来采采风、拍拍照。啊，拍照啊！我们这儿风景好啊，有山有水的，拍照肯定好看。回头到了目的地啊，给我们俩也来一场。没问题。先谢谢了。哎，你们还没吃饭吧？哎，三儿，哎，来。哎，师傅，您真的太客气了，真的不用了。你们看啊，我们这有面包，有火腿肠，还有牛肉干，啊，凑合先吃点吧。那谢谢啊。谢谢。这还有水，来。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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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领导。是，我们一定会更加努力。再次感谢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李总啊，哎，怎么说？现在马科算正式同意了，电动厂的事儿，就算是在我们的计划内完成了。我就说嘛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你先别高兴得太早。这个电镀厂早晚是要搬的，前沟村的搬迁才是整个地区改造的重中之重。现在在村民心里面，马科才是那个帮助他们快速致富的人，中国的农民一向是最感恩的。现在，马科等于是被迫低头，把电镀厂给关了。他不会告诉村民真相，反而会让村民来迁怒我们，以至于前沟村的搬迁只会遇到更大的困难。哎呦，李总啊，你就是太悲观了。哎，毕竟咱们又向这个胜利迈进了一步啊。再说了，就前沟村这个项目，符合国家的长远规划，政府还是很支持的嘛。这可面临转型，整个城市也在转型。上面的意思呢，是打算用区块链做引擎，加速智慧城市的改造。刚才也说了，接下来会对几个区块链的企业做一些小型路演，让我必须去，保不齐啊还得扶持几个项目。哎呦，什么路演呀？哎，那不就是为了融资吗？哎，这个区块链一热，好多人都挂在嘴边，好像这个一沾上边啊就镀了金了，就值钱了。哎，你看看那些公司，有哪几个公司是真有价值的？再说了，咱们制衡还要人扶持呢。说的对，走，去吃饭，你买单，你先扶持扶持我。哎呦，好好好，走。杨主持，人都已经走了，咱们这节目还录不录了？因为我们两口子假期的时间快用完了。我觉得实在不行，咱就走法律程序吧，因为天天这么吵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嗯，我们的节目呢，也不是戏班的唱戏，越热闹越好。肯定要是在之前要有明确的解决方案，我们才能进行录制。当然，如果你们坚持要走法律程序的话，那选择权在于你们啊，我也不拦着。起诉立案，谁主张，谁举证，你们还需要再搜集一些详细的证据。那法院呢，经过调解、调查、审理、调解之后呢，才能等法院的判决。这个过程会比较长。我作为一个律师的身份，我给你一个建议，像这种类型的案件，还是我们诉外和解是更好的选择。对呀，夏老师，他说的没错，咱们还是上节目，别打官司。你想，打官司不是还得请律师吗？对不对？请律师还得花钱，要万一碰上一个不道的，收黑钱，
向着那些大公司，那咱们不是还得吃哑巴亏吗？咱们上节目啊，当着那么多观众的面，老百姓帮老百姓，咱们是不会吃亏的，你们说是吧？啊，行吧，那杨主持我表个态，无论别人配不配合，我们全力配合。那这么着，咱们今天这个四方会谈呢就到这儿了，咱继续讨论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。我还想请你们两家能够跟我再详细的聊一下，为我们的节目做一些前期的准备，可以吗？好，行，那我们去跟你聊聊。律师小姐，我还想问一下，如果说我们打官司的时候能够从物业公司多拿多少钱啊？哎呀，打什么官司啊？刚才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咱不打官司，咱们上节目，咱们不为钱，就为讨个公道嘛。走了。什么不为钱？为跟你耗到现在，老头，你怎么累？小心！哎，李恒基跟我说，电镀厂的那个案子解决了，让我好好谢谢你。哎，你跟他说这些都是工作，不用谢。谢谢也不能光口头说，是吧？怎么样，晚上想吃什么，我请客。我一会儿还有点事儿，饭我就不吃了，先走了。哎呦，这菲菲反击速度够快的，你看。哼。这个东西肯定早就是准备好了的，只要今天的谈判结果不是菲菲想要的，他就会把这个东西发出来。嗯，人现在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他背后那是有一整个团队在帮操盘呢。天！哎呦，杨老师，哟，你们俩这是？就是来录个节目，赵丽哥那个《爱的魔力》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那我们聊完去看你啊，杨光老师。好，那你们先忙着。哎，行，那您忙。哎。现在小视频上最甜的烟花夫妇日常发糖，现在关注的人可多了。嗯，快看快看，不得了哎！这才多一会儿啊，这参与讨论的人都大几千了。现在这些刚入行的小孩就是这样，稍微遇到一点挫折，就觉得全是别人的错，从来不会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。现在看来，这事儿貌似跟人家刘磊两家也没什么关系了，就是物业公司跟菲菲的对峙。这菲菲呢，更是想借着咱们的节目把事情搞大，炒红自己。哎，这不向外面两位学习呢吗？怪我了。没事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哎，兄弟，就这么走了？啊，这一路辛苦您了。100块钱太少了吧？师傅，我身上只带了这些现金，就这么点儿啊？加油都不够呢。对呀，再找找。那您想要多少？5000。5000？5000有点过分了吧？5000过分吗？我一路上把你们俩拉到这儿，还给你们吃的喝的，多吗？你上车的时候，你不是说不要钱吗？我说你不要钱，我说他不要钱了吗？那我身上没有那么多钱，我怎么给你？没钱是吧？看见没？那个镇上有提款机，你去把钱取回来，把钱拿回来，东西拿走。我们去取钱了，你把车开走了，我们是被拿走了，怎么办？他自己去，你留这看着。不可能，
什么不可能？不去取钱就不行？非要这样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不给钱就不行。你耍无赖是吧？什么叫耍无赖？你这不是耍无赖吗？我耍什么无赖？我耍什么无赖啊？别跟他们废话，把东西拿走。好。哎，你想干什么？啊？干什么你、啊？你要动手是吧？啊、光天化日的，你还能抢我们东西？我可是个男人。大王，嗯，电镀厂的事情解决了，我听说是你让马克低头的，你到底是用了什么办法？我也没什么办法，就是发现马克的财务报表上有一些问题。大王，你是我带出来的，你这样就不够意思了啊。你明知道前沟村电动厂的事儿，我是主要负责律师。你看出财务报表有问题，你怎么直接跟我说呢？哎，陈律师，那天去谈判之前我就跟你说过的，是你告诉我的，这件事情不让我插手啊。我有说吗？你说过呀。哎，陈律师，这个前沟村电镀厂这个财务报表它是有问题的。廖王，电镀厂和志恒今天就要谈判了，谈判的过程我们都准备得很充分了，这个案子你不要再想了，好不好？我现在进去开会了啊。这问题你知道啊？哦，我那是那天特别忙，你以后再有事找我，趁我有空的时候跟我说。啊，好，我下次注意。廖律师，关主任叫你呢。主任又找他，我们律所就只剩梁婉一个律师了吗？天天找他，什么事儿都找他。主任，这件事儿吧，本来是应该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结果现在事儿弄得越来越大了，是我没控制好。当事人利用你溜进电视台炒作自己，这本就不是一个正常的案子。恒达物业啊，自作聪明的行为又激发了事端。小廖，不必自责。光脚不怕穿鞋的，你说这菲菲真要是铁了心闹到底，搞得鱼死网破，这最后吃亏的肯定是恒达物业呀。反正事情闹到这个地步，谁先停手，那谁就理亏。哎呀，这回啊，我是真的领教到了，这个网络暴力啊，真的是太可怕了。就不分青红皂白，对方到网上就是抨击谩骂。我现在发现了，这个《好好说话》这个节目呀，还是很有存在的。你明白了，终于明白了。啊，以后好好干吧。好好干吧，放心，主任，这个案子啊，我会负责到底的。这个志恒地产呢，现在是多事之秋。马克的问题刚刚解决，南方的楼盘又出事了，我还得抓紧到现场去协助解决。那你这边啊，这个案子要谨慎，最好让他平稳过去。嗯，放心，还有主任，前沟村的搬迁项目从今天开始，你正式配合陈律师。
真的？是律师工作，不是打字。请问您找谁？请问廖望廖律师是在这儿工作吗？啊，是的。你好，女士。你好，你要找廖望是吗？啊，对，我是他的领导，你有什么事跟我说一样的。不好意思，我找他是有点私事儿，所以麻烦你帮我叫他一下。没问题，谢谢。别乱动，打吊针呢。东西呢？都取回来没有？放心吧，已经报警了，警察也把车拦下来了，东西都在前面的派出所里面。等你稍微好一些，我们再过去取。那就好。丢。疼不疼啊？不疼。别乱动，乱动留疤得多难看呀。留疤？会破相吗？破相怎么了？破相我负责。你负责？工作时间你是我员工，受伤当然我负责呀。好了好了，快躺下。躺下躺下躺下。针打完然后订机票回去啊。回去？为什么要回去啊？咱们还没到达目的地呢。你都这样了还能不回去？我想过，我就这样带你出来有点不负责任。要是你真的在车上出事儿了，我这一辈子都原谅不了我自己。我是你助理，你出来工作带着我是工作需要，千万别有负担。而且我是成年人了，跟你出来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我一点也不后悔。这一路风景这么好，经历呢这么精彩刺激，我现在就希望老板你可以拍到最好的作品。听我的，订机票。你听我的，我打针，你去拿东西，咱们一块儿就出发。真的没事？哎，你赶紧去吧。别墨迹，快去快回。怎么跟我妈交代呀？杨女士，你来找我什么事儿？我那天看了阳光的节目。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。我代表官司律所在好好说话的节目里面去做法律顾问。官司律所是你单位吗？是我公司和电视台的协议，领导派我过去的。是领导安排的？领导安排的，我本人并不想去。那你上那个节目，阳光他知道，他就同意让你上了。杨女士，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阳光，我没有办法回答你阳光的想法。我妈怎么还不给我回消息啊？难道是？请慢用。你来找我就是问这个呀？啊，我不是，我今天就是，我正好路过这儿，看见这栋大楼挺亮堂的，我就突然想起来
你在这儿上班，对吧？您的记性可真好。我记得第一次去给你送律师函的时候，你并没有接我的名片，你竟然还记得我在这儿上班。我刚才见到您的时候，我以为你是要放弃我委托人的房子呢。啊，不不不，不是，我今天不是来说房子的事儿。我今天来确实是找你有其他的事儿。说白了，我就是想问你一下，你跟阳光到底到什么程度了？我跟阳光到底到什么程度，这是我的隐私。但至于阳光怎么想，你是他的姑姑，你应该去问他。你是张文的委托律师，你和阳光不合适。不是姑娘，我们家的情况你可能不太了解，我在这儿我先跟你说一下啊。我们家老太太啊，就是阳光的奶奶，她身体不好，脾气还大，你俩的事儿她绝对是不会同意的。这事儿要是闹大了，她一着急，你说以后万一急出什么病来，这我们所有人都承担不了这样的后果。你让阳光以后怎么面对这件事？张女士，阳光的奶奶她会怎么想，这不是我能控制的。但是很感谢你的提醒，我跟阳光还没有发展到你想象的那一步。啊，如果真的不是我想的那样就太好了。姑娘，你看你条件那么好，你又是大城市的姑娘，单位也这么好，你肯定能找到一个门当户对的好人家的好小伙子。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张文之前的事儿，我只是不希望我们阳光重走他父亲的老路，我希望你能够谅解。谢谢你了。喂，丁晶啊。喂，廖旺姐，哎呦，你怎么才接电话呀？急死我了！什么事儿啊？我妈。我妈去找你了吗？哦，她刚走。她找你说什么了呀？啊，没说什么。你那儿怎么样啊？一切顺利吧？挺好，挺好，挺好，都顺利。嫂子，你别骗我。我妈真的什么都没跟你说啊？就是路过来看看而已。这事儿啊，我自己能处理，你就别操心了。还有啊，以后别叫我嫂子了，容易让人误会。误会？什么误会啊？先这样喽，拜拜。完了。喂，姐姐。哥。哎，你到哪儿了？一切顺利吗？顺利，顺利，都顺利。确定啊？我没事儿，我特好，一个零件都不少。是不是没钱花了？给你打点钱过去啊。嘿，我怎么掰你最近这么没心没肺的呀？你自己都火烧眉毛了，你还管我？我怎么了？我妈今天去找廖旺了。哦。姑姑怎么会去找他呀？可能是看到节目了。估计猜到你俩关系不一般。那你知道姑姑跟他说什么了吗？我哪知道呀。所以你赶紧去调查呀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吧。哥哥加油。奶奶，光光回来了，哎，回来快坐，来来来，哎呦，难得回来，哥在缝衣服呢。啊，可不是吗？你看得清吗？哎呦，奶奶的眼睛多好啊！奶奶，嗯，这家里边没什么事儿了。家里能有啥事儿？除了那疯丫头给别人跑了，
那还能有啥事儿？哎呀，他在外头碰了钉子，吃了亏，回来了也就好了啊。啊，那姑姑呢？他去厨房做菜了。慧卿啊，猫猫回来了。不行，我去看看。知道了。多添几个菜啊。姑姑，我今天不在家吃饭了。好，家里也正好没什么菜。你今天是去观世律所了吗？我正好路过，张文那儿总没什么动静，就进去问一声。是有什么事儿吗？会有什么事儿吗？反正你也不在家吃饭，早点回吧。其实如果你有什么事的话，你可以直接跟我说，不用去找廖律师的。你是想让奶奶知道这事儿吗？奶奶，啊，那我那边继续采访吧。啊，我忙完了以后再过来。啊，哎呦，难得回来，你在家吃个饭吧。坐，先去了啊。慧卿，去送送光光，快点。啊。光光，我今天去找廖旺，是不是让你难堪了？那姑娘可真是厉害，在我面前装得跟没事人似的，一扭头就来找你告状了。没有，不是廖旺跟我说的，他什么也没说。真是一样一样的，你妈当年就跟他一样，跟你奶奶一闹别扭，心里觉得委屈，就找你爸告状，你爸呢，一心疼，就回来找你奶奶。你奶奶问他是不是张文告的状，你爸的表情就跟你现在一模一样，死也不承认，又编不出瞎话来骗你奶奶。姑姑，这事儿要是让奶奶知道了，咱家的天就塌下来了。你现在也大了，我们也管不了你了，可毕竟这是大事儿，你自己掂量掂量吧。是我。嗯。我现在就在你律所楼下，能下来我们谈谈吗？我在外面，我在见一个重要的委托人。哦，那等你什么时候不忙了，你打给我。我最近都比较。
来一个追求者。我现在单身，有人追求不是很正常吗？上次是红玫瑰，这次是黄玫瑰，那就说明你也没下令让人家滚呢。我都说了我单身，别说收花了，我可以做一切我想做的事儿。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起初说的好好的，是要把李恒吉放出去，看他能不能够自己回来。可是现在呢，你想先剪断自己手中的线，自己先飞。离婚之后，我想明白了很多事情，也许我跟他根本就不合适。哪来那么多的合适不合适？爱一个人本来就是最简单的事儿，爱就在一起，不爱就散。干嘛要掺杂那么多人和事儿进来呢？先撤了。你等等，你先坐下。你跟我说说，你是不是跟廖旺之间发生什么事儿了呀？我跟他之间没事。那就是在这期节目当中遇到麻烦了。这次可以说是我自作自受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我在周明雅和蒋家栋的案子里出现了一个错误的想法，而导致我们好好说话现在变成了一个炒作平台。所以说呀，作为我们电视人，这脑子里得随时随地地绷着一根弦。我们的节目会对年轻人产生什么样的作用？会不会影响他们的三观以及对人对事的看法？还有啊，这个案子跟东湖街道的案子很像，也有愈演愈烈的这种发酵的趋势。但是我在想啊，这个案子是你跟廖旺在一起处理的，以你们俩的能力，难道都摆不平吗？上次是婆媳两个人，这次有四个方面，有很多人。是不是丁宁跟你说，就是因为我和廖旺不在状态，所以导致最后案子失控？丁宁没跟我说。这次是你自己发现了症结的所在啊！我不管你跟廖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这个案子也是相当于是你们的工作。我相信你们不会因为个人的情绪而影响工作的，特别是廖旺。不关他的事，完全是我的错。廖旺是一个非常看重工作的这么一个人。这个案子也是他进入观世律所法律援助代言人的第一个案子，外界也有很多关注。为了他，你也不能松懈啊，一定要让这个案子有个圆满的结果。谢谢你，你相信我，也相信廖旺。我怎么听说恒大物业那边还把事情闹大了？哎呀，我正要跟您说这个事儿的。这个小周啊，真是昏了头了。他竟然对一个新来的员工啊发动网络攻击。现在咱们的竞争对手啊，故意模糊民众视线，强行把这个恒大物业和咱们智恒地产联系到一块儿去了。网上有人呢在挖这个恒大物业的黑料，再这样闹下去，恐怕对咱们不利呀。咱们是不是出面澄清一下这个事情啊？有什么可澄清的？那小周脑子有问题，让他自己负责去啊！现在两家公司，财务独立，管理都已经分开了。我特别好奇，现在能够挖到智恒什么黑料？哎呀，是啊，前几年咱们公司啊发展太快，很多子公司呢良莠不齐，这人员素质也是一塌糊涂。幸亏咱们当时脱手了，就是没想到这脱都脱手了，还会连累咱们。不用理他们。你现在呢？重点关注南丰楼盘的事情，还有，秦国村那边
还是要跟村民多沟通。行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哎，这位少年，你看来有些面熟啊，快快请坐。为何欲言又止？怎么了？是不是看到我觉得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？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啊，比三秋还多呢。是啊，而且还是个多事之秋呢。怎么样啊？南方楼盘销售的不好？如果只是销售的不好，那还是小问题。怎么出什么事了？本公司的经理收受贿赂，把工程转包了，出现质量问题，现在我们可能要面临几十个业主的集体诉讼。以前呢，不管出什么事情，起码都有志玲姐在你身后帮你打击。这一次嘛，说到这儿，我大概明白你来的意思了。你是不是因为完成了调查的任务，你现在是要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人在觊觎牛志林？我来就是想告诉你，志林姐去香港真的是去购物，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。你也不想想看，志林姐在我们台那么多年了，多多少少啊，有一些粉丝也好啊，崇拜者也好啊，送点小礼物啊，做点小程序啊，无非就是博得女神一笑，但是不可能的。志玲姐怎么可能看得上他们？你确定？我确定。我还记得你们俩刚闹离婚的时候，你是天天折腾啊，想把他追求回来。现在怎么回事啊？偃旗息鼓了？毕竟我是个男人。男人是不是要以事业为重？我现在天天想的就是制衡这条船。再怎么说，我也是船长，我得保全这船上的所有人。而且你听过一句话吗？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，就给他所有的自由。如果他还愿意回到你身边，那这就说明这是真正的爱情。听上去有那么点道理。嗯，谬论。李总，您的咖啡。小钱。啊，我是看小钱刚出去了，所以我才帮您拿进来的。好，谢谢。那个什么，你们家李总啊，是天天是工作劳累，又加班又熬夜什么的，喝咖啡伤身呢，多给他弄点水果茶呀，鲜榨果汁什么的。哦，好的好的。你不冷吗？不冷的。我都冻死了，穿那么少，我感觉你有点上火呀。哎，你这样啊，没事可以弄点冰水自己喝了。冰水。啊，李总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嗯。真够坏的。来，这儿的风景啊，特别漂亮。这就是云南。胳膊抬起来，胳膊抬起来。来，这样。好，你看看，来，再来一张啊。这样啊，给大家拍着看看啊。我还特意在网上查了一下，说这里人少。这怎么回事？还那么多人？我去想办法。嗯。